这里是非自由机盟 APP， 抓住梦想，抓住爱，2018中国蓝燃情贺岁夜暨捉妖记二全球首映礼的现场。本节目由自拍神器非自由机盟 APP 冠名，下载机盟超多狗年专属贴纸等你来玩。春节不打烊，上苏宁易购 APP 搜春节不打烊抢红包，下载 Face You 机盟 APP， 用狗年专属贴纸给你的亲朋好友拜年吧。接下来呢，让我们一起有请出吴莫愁为大家演唱《把爱带回家》。姐妹啊，正在悄悄地暗恋一个人，想方设法地找机会要跟人家表白呢。您看，正在我说话的间隙，他已经来了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贾玲和她的团队为我们带来小品《爱情梦想家》。不是贾玲，我都服你了啊！你知不知道天福今天过生日，生日聚会咱俩迟到了，你还堵在门口不让我进去，你要干啥？我有事儿求你啊。什么事儿？你也知道我一直暗恋天福，今天他过生日，我想跟他表白，你是他最好的哥们儿，你一定得帮我。不行，这事儿我帮不了你。再一个我还要问你，你说你表白你什么时候表白不行，能不能不在别人过生日的时候表白？怎么了？
人家今天过生日，你跟人家表白，你不属于给人家添堵吗？什么意思？怎么回事？不是，那个我错了。我的意思是啥呢？我的意思是，别人过生日的时候别干不合适的事儿。你怎么总在别人过生日的时候干一些不合适的事儿呢？我什么时候干不合适的事儿了？去年我生日啊，生日歌还没有唱完，你就把蛋糕糊脸上了。谁过生日不糊个蛋糕啊？那你倒是把蜡烛拔了呀，戳我一脸呢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事儿我记你一辈子，你帮帮我吗？行行行，帮你帮你啊。哎呦，你们在外边可真热闹，听得我在里边直着急。福哥，来，咱俩玩骰子。来。这女的谁呀？没见过呀。怎么那么会聊呢？一口还一个哥。再来，再来。不行了，我忍不住了，我得主动出击。你干啥？你要挠人家啊？哎，来来来，串一串啊！哎呀，哥，继续玩骰子。来来来，今天咱们高兴啊，咱们把这杯酒一口给干了，好不好啊？来，全给干了啊！没事，酒量老大了。我关键那骰子也在里边呢。啊？哎呀！骰子你给喝了，你真是，那咋玩啊？那我找几个去吧。真行啊，哥，他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针对我啊？那个没有，小玲，啊，过来。不是你干啥呀？这玩会骰子怎么把骰子给干了呢？没有，我看那小姑娘就没安什么好心，我一直灌你酒。那是我妹妹。哪来的妹妹啊？我姥爷家，我老姨，我老妹儿。我老天哪，亲戚啊！哦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没事，他也没放在心上啊。那个，来来来，咱接着玩。姐姐跟你开玩笑呢，好笑吗？快跟你福哥接着喝，接着喝，接着喝。怎么办呢？要不我现在干脆直接表白得了。你拉倒吧，这要被拒绝你多尴尬呀。我连骰子都喝了，我还怕啥尴尬呀？行了，我替你先走这一步吧。你这样，一会儿我提议啊，玩一个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，然后我故意把两张惩罚牌呢发到你和天福手里，这样你就能借机试探他到底喜不喜欢你了。那会不会太明显了呀？明显啥呀？你看啊，你一会儿就坐太维旁边，我发牌的时候我就故意隔两张发。放心吧，肯定发到你俩手里。哥几个啊，哎，我有一个提议，我们玩一个游戏，就玩真心话大冒险，好不好？好，如何玩？好，我这里有一副牌啊，其中有两张是惩罚牌，如果发到谁，我们就惩罚他们两个，好不好？好，说好了，接受惩罚的两个人要做十分钟的情侣，在这十分钟里可以随便的说心里话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啊？太刺激了，这游戏这个来来来，就玩这个来。你的。我回来了。哎呀，就是一个，来回来，赶紧来，换游戏了，玩牌了，那骰子不白打吗？哎呀，没事，来，哎呀，真是的，正好吧，算我一个，发牌吧，发牌也不乐意咋的？没有，你就发牌，你还跟我整这，跟他来，我的，来呀。完了，惩罚牌发到贺军儿那儿了。那怎么办啊？要不我跟太维换张牌吧？哎，太维，你看地上是个钱包吗？哪儿呢？哎呀，没有，我可能看错了。哦，军儿哥，你出去一趟，你是不是上厕所了？啊，那身上一股厕所味儿啊！你俩换一下。哎呦，我天，事儿这个多，来，换一下，刺鼻，有味儿吗？我事儿太多了。哎呀，哥，你别理他。完了，你开玩笑呢。牌又换到天福这去了。哎，太维，那钱包不就在地上吗？哪儿呢？哎呀，算了，玩游戏吧，一会儿再找。哎呀，行了啊，那咱开始了啊，开始吧。哎，等会儿，咱俩刚才是不是换座了？对呀、啊，那牌得换过来呀，别弄乱了。对，这合理，对。太维，那钱包都看见你了。这到底在哪儿呢？没完了。干啥呀？我不是怕你
受到惩罚吗？我受不受惩罚？那玩个游戏，我受惩罚能怎么的呀？不是我们干啥呀？你家里你啥意思？你来来回回一遍一遍的。哎呀呀，行了行了，不说我干啥？他不遵守游戏规则，他妈说让……哎呀呀，行了行了，你们怎么这？行，你们干啥？哎呀，真是，贾玲啊，你怎么总捣乱呢？我跟你说啊，今天不光是我的生日，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，你应该期待一下。啊？过来。猜猜看，是什么事？我猜，这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，我要向一个女孩子表白了。哇！贾玲，你站起来一下。今天是我跟你相识的第500天，从我第一眼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了你，你不知道这500天的暗恋对我来说有多么痛苦，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，所以贾玲，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看这花香不香了？那你闻闻，香吗？香，比香还香。亲一个。那你先坐，我还有个惊喜要给你。香，比香还香。贾玲。贾玲，啊，想啥呢？给你乐这样啊？你要说什么？哦，对。今天这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，我的好兄弟红露要向一个女孩子表白了。起来，红露。勇敢点，干啥呀你？快加油！那个贾玲，你站起来一下。贾玲，你站起来一下呗。不是，红露，咱有话好好说，咱俩。那个，今天是我和你相识的第500天，你不知道这500天的暗恋有多痛苦。我就不想这样的，所以说，不是咱哥俩，咱别这样。你愿意？哎呀，你别说，我不愿意啊。不是你干啥呀？我不接受你对我的表白。谁问你了？你不问我，让我站起来。我让你站起来是躲开，你把丽丽挡住了，我要跟丽丽表白。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我愿意。哥，好好对我妹妹啊，不许欺负她。放心吧，大舅哥，来来来，吃糖吃糖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来来来，哎呀，倒杯酒。对对对，敬我杯酒。我就说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吗？天福怎么可能跟我表白呢？不过也算有好事儿，起码红露没跟我表白。算了，今天我看没有机会了，要不就算了吧。贾玲，我觉得你试一试，人生能有几回搏？此时不搏，你更待何时？你这样，我一会儿啊，把他们几个支走，就留你和天福，你好好和他说一说。啊，够意思啊！那个，哎，我觉得啊，哥几个今天双喜临门，一天福过生日，二他们两个在一起了。这样啊，下一轮我请客。这样，那个太维、贺军、红露、丽丽，咱们先走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正好天福和贾玲一起走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落下，好不好？对对，说的太对了，赶紧检查检查。对，谁最后一个出门先买单。哎呀，刚才挺尴尬的，我以为谁要跟我表白呢？你是不是以为我要跟你表白啊？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就是觉得屋子忽然有点冷。还冷吗？冷，
我记得小时候我家挺冷的，但是我妈就把我抱在怀里，那样就不冷了。那我给你妈打个电话。讨厌，你就不知道抱抱我。那抱你总得有个理由吧。因为我喜欢你啊。天福，天福，天福，哎啊，你想什么呢？啊，我没想什么。啊？没想什么。那你怎么愣神了？没愣神啊。到底在想什么？我就想问一下，你冷吗？身在何方，我们都要把爱带回家，都要把一年的收获带回家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浙江卫视的舞台上成长起来的歌手陈斌，为我们带来《如果不是你》。拥吻了怀抱。
陈冰的精彩演唱，不管是吴莫愁还是陈冰，他们都在浙江卫视的舞台上实现了自己的音乐梦想。而接下来，来自《梦想的声音》和《中国新歌声》的优秀学员，就要用他们深情的演唱，为我们带来一组动听的歌声。到底有多远？
过得很快，到这里呢，咱们的晚会就要结束了。在即将到来的新一年里，我们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有温度、有深度的文艺作品，进一步唱响主旋律，传递正能量，不断增强文艺宣传的亲和力、感染力，提升文化自信。希望在新的一年里，我们可以共同开创灿烂美好的明天。是的，当然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预祝在大年初一即将和大家见面的电影《捉妖记二》票房可以旺旺旺，可以再创新高，也期待着可爱的小胡巴可以带给大家充满期待、充满幸运、充满幸福的2018年。在过年期间，我们浙江卫视精彩不间断，王牌对王牌，24小时金曲模范生，围炉夜话，好看的综艺乐不停。是的，综艺好看，电视剧更精彩。台湾往事、蜀山战记二踏火行歌，好剧一部接着一部，敬请锁定浙江卫视。
新年新气象，祝大家啊在新的一年里手气棒棒，财运滚滚。重点是将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。最后祝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谢谢，再见。感谢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今日头条、蓝天下官网、中国蓝 TV、新浪娱乐、腾讯娱乐、网易娱乐、凤凰娱乐、搜狐娱乐、人民网、新华网、光明网等平台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下载人民日报、新浪网易、腾讯、凤凰、搜狐新闻客户端 Zalter 360搜索平台获取更多节目信息。